啊，我们这一生要是决定得生，《无量寿经》不能不多念了。为什么？你对将来要去的地方要熟悉，要明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会很熟悉，不是不陌生呢。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孤单。为什么呢？认识你的人很多，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人，他们已经生到净土了。你去之后，一个个都来跟你打招呼，都来跟你问候。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 啊，我们在哪一界是什么关系？所以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朋好友可多了，而且他们个个都是上善之人，跟他们往来，跟任何人往来，没有一个人有恶意。 没有一个人有恶念，这个社会多好啊！个个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，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啊，能不去吗？那不去真叫是呆子了，愚痴到极处了。 啊，有丝毫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他都会发心求生净土，这是个真正好地方。